来了，回来了 ，SCA 欢迎，强生欢迎，晚安，晚安晚安，看波猫燕欢迎 Sam 欢迎玉人，刚刚有点荡，对，刚刚有点荡荡的，卡了卡了，我卡了，应该好了吧 ？Sally 欢迎 ，W 欢迎，思南欢迎，桂姐回来了，今天需要我为你服务什么？没有了。谢谢塔瓦哥的红玫瑰，青竹帮欢迎，志祥欢迎，阿西花卡车欢迎，虎大哥欢迎，志祥欢迎，玉人欢迎，谢谢青竹帮的马吉二号，谢谢，师徒幻燕欢迎，流浪人欢迎，西兰欢迎 ，Sam 谢谢你的票选。桂姐今天十点下班，我需要办你走开啦，陈教授，顺欢迎，走开走开，对，我想放歌，放好听的歌，为什么？这谁啊？好美啊！今天是丽丽姐。偷我欢迎，你你欢迎，可惜不是主主，没关系，有一天都会努力，都会被看到的。阿龟欢迎，婷婷欢迎，我们就是一起祝福每个人都能就是对。Andy 最爱欢迎，晚安，季竹欢迎，点一首结婚进行曲，先不要，谢谢。内内欢迎，蜜山欢迎，谢谢 Andy 最爱的告白气球，谢谢。马流欢迎，这是啥？什么啥？就是啥？就是每个人他一定努力都会有他的机会跟他的舞台的，所以就是我们都要去相信，你们所追的偶像都可以达到自己心里最想要做到的事情的。万欢迎，好好欢迎，谢谢婷婷宝宝 ，T I N 欢迎。小林欢迎，冯云欢迎，阿里晚 ，Hello 马六，第一次看我吗？怎么称呼你？就叫马六吗？晚安呐、啊，吃饭了吗？怎样啊？陈家树什么意思？我每次讲话你都要给我那样，我是在讲中文没错。六八九欢迎，还有一些掌声鼓励。就是我的意思说，不要觉得可惜，每个人哪些人没有上，或者自己说。所爱的偶像本没上，我觉得就是互相做彼此力量，就不要太难过啊，这样你要相信他一定可以。七七七欢迎师傅，欢迎，谢谢嘎逼若日欢迎，北元欢迎，六五八欢迎，启清欢迎，太空欢迎 ，QIANGEE 欢迎。在绕舌，舒云欢迎 ，LCLV 欢迎，许阿北欢迎原是第一节运动会第一名的奖品，这是未来的果实。看到加速的影片很好笑就来了，你说刁他的部分吗？又是卡吗 ？Oh my god！ 今天网络怎么了？今天的网络就是卡，没有别的意思。今天网络。晚上好，先忙，拜拜，落日。今天精神不错，有好好睡觉。奇妙欢迎，杨雄欢迎阿北，晚上好，卡比谢谢的毛毯，昵称晚安，修改昵称欢迎 ，H A N S 欢迎。最近手机很荡，不知道什么，网络不是。小杰手机没事，是网络。见惯欢迎，杰神欢迎，九九九欢迎。没有钱换手机，笨蛋，我是笨蛋，谢谢杰神欢迎。你说呢？欢迎，朱咪欢迎，爱爷爷欢迎，马六是广东话猴子，真的、哦，
哇哦，猴子来看了，公公欢迎，嘉恒欢迎，回回欢迎，哈曼童欢迎，好了，好不卡了吧？公公安安，我今天的晚餐就是苹果还有蛋。苹果跟苹果牛奶，香港人跟家树一样哦，对对对，难怪你说你去看家树。西瑶欢迎，所以你跟家树是认识的吗？志伟欢迎，吐司欢迎，回回铁猴子。苹果牛奶，你第一次喝吗？超商应该都有卖啊。但我是自己打的苹果全餐，对，因为家里很多苹果。思源欢迎，博慧欢迎，思源欢迎，晚上好，吐司欢迎，安安 ，PIG 欢迎，苹果牛奶不错喝，对啊，你第一次听吗？加速朋友，浩宇都知道，你看他们都说不错，我台湾人入这里的哦。嗯，有吗？哪一个零？别人的零吗？春梅欢迎，乐苦啦欢迎。没有把皮拿下去，但是我吃的话可以吃皮，但我打上苹果牛奶不吃皮。AKA 欢迎红萝卜加苹果什么的呀，苹果也很好喝，真的、哦，那个应该像蔬菜果汁那种。回放兔欢迎，自己打的这么努力，家里就是有这些东西就可以自己打，比较方便啊。买外面其实也。不是百分之百是那一些食材。喜欢和你在一起，欢迎仔，欢迎。香港没有苹果牛奶，真的、哦？那你可以自己在家里打打看，很好喝。END 欢迎，愚者欢迎。但男生通常都不喜欢吃甜食。SOL 欢迎，小火龙欢迎，终于不卡了。对，今天不卡了，谢谢。前飞欢迎，志伟欢迎，马六谢谢追踪，伟伟欢迎，福福猫欢迎。左如意欢迎，一代欢迎。吃了要长胖，不能长胖，要瘦，所以才吃那个苹果的。思丹欢迎，福福猫欢迎，晚上好，冒险家欢迎，暗红欢迎。我喜欢吃甜食，尤其是阿丽这么甜。告白吗？我没有甜，我只喜欢喝牛奶，吃苹果不喜欢加在一起。好，那我知道了。OK。好哦，你是你，我是我，他是他。思琪欢迎，突然想起来我刚刚也才吃了苹果，自己切的吗？二七欢迎，暗红晚安。苹果牛奶我可以，我也可以，水果晚餐，对，还有蛋，等一下要吃蛋。今天好漂亮，谢谢思琪。纸蛋欢迎，刘子恒，还是蛋，还是要怎么念？回放兔欢迎，苹果牛奶超好，我也是，我也喜欢喝，我喜欢香蕉牛奶跟苹果牛奶。我几个月长到160了，有点想减肥。你是说体重160吗？是公斤还是那个计算？乐古拉谢谢你的告白，谢谢苦江欢迎，哭江欢迎 ，CD103 欢迎，阿丽甜度爆破表有吗？我不是都对你白眼吗？什么时候对过你甜度？踩雷欢迎，企鹅欢迎，乐古拉谢谢，感觉80公斤。80公斤，你说我80公斤，自己切，不然你要切给我吗？我想说你是不是家人切还是什么的？160kg 巨人，对啊，开玩笑，香蕉奶也很贵。陈家树你真的很贵，你才怪。269欢迎，喜天欢迎。哦，你80公斤哦，那你一定很高啊。品贤欢迎，你是不是也很高之类的？风云欢迎，乐苦拉谢谢四叶草，不算高吧？那你应该要控制，就是去减，就是我觉得应该是要健康的去减肥，而不是就是很突然的。IC 冰帝欢迎，乐苦拉谢谢行李箱，富伟欢迎，对吧？自红欢迎。阿哲欢迎，初云欢迎，晚安。
就是从来没有这么重。那我觉得你可以先控制饮食开始，就不要吃太多甜啊什么的，或者是看你喜欢吃什么，你最喜欢吃什么东西？最近同学会欢迎付我谢谢你的爱的小熊，健康减肥你好没幸福力，我都很健康好不好？我都吃蛋吃什么的。韩白欢迎 L， 欢迎老虎，欢迎 Jack， 欢迎晚安付伟浩啊，我正在吃冰淇淋，真好。我已经再没有在吃这些东西了，因为女生，因为我之前很爱吃那个冰淇淋嘛，然后结果每次女生的生理期来都会痛，所以我就没有再认真吃啊，我就不知道吃什么嘛，不要吵啦，没有啦。有健康没减肥这样吗？我喜欢吃火锅肉，喜欢肥肉。哇，那 你胖真的有原因的，可能你增长体重真的是因为这个原因吧。你可以试着就是少量啊，就从之前很爱吃到少量，就可能会减低一点吧。哈利欢迎，对吧？我要控制体重的。晴天欢迎，谢谢分享。你知道香蕉奶奶就是要赶快喝完，不然它会那个沉淀。我听说生理期可以多吃巧克力，好像可以。对啊，我很常吃巧克力，只要那经期的时候我都会吃巧克力。还有就是晚上吃的太多了，宵夜吗？那可能也这个要减量，你就正常吃嘛，然后减量可能就会。稍微的对身体会比较好一点。晴天谢谢枫叶，你没饿晕真的厉害，我也觉得。又因欢迎 ，Only 欢迎，我也觉得我很厉害。应该说偶像都是很厉害的，不是只有我。在此拜个晚年，欢迎。什么心理作用？中午也是吃水果才没有，我今天中午有吃吐司啊，比较正常早餐这样子，吃了就坐着也是长胖的原因，那就是运动。 LRON 欢迎，期待下一波可以去现场检视你的体重。体重好的，晚餐吃少一点没关系，中午一定要吃饱，不用翻白眼吧。好的，牛奶喝完，浩一欢迎，那还好一点，保重身体。好的，我也没收到哪，狗狗狗欢迎张先生欢迎。我也觉得肥肥胖胖白白的很可爱啊，但是就是不能啊，你以为我可以吗？我以前爱运动的，只是关注你们女团就不爱运动了。不行哦，打屁股。肯尼欢迎，现在赶快去运动。健骨欢迎，在西方国家女生一生就是一样喝冰水。什么？谁这么厉害？哦，哪一个国家的女生这么厉害？西方国家。OK， 健骨谢谢。枫叶，白白的是苹果的残渣吗？对，没有，就是有一个标准在，所以需要达到标准。对，综艺欢迎，八欢迎。所以发明体重机的给我出来面对。现在不是因为没有再量了吧。哇，十次不要涨到二十，很多耶。中影欢迎，以前是每个星期都要量。对，中影谢谢来签到，我去拿过我的蛋，等一下。
木木给我咬尿，杀了他。好，现在欢迎鳄鱼，欢迎乐高，欢迎小哈，我回来了。我是怕太瘦，体力支撑不住。那我觉得，你觉得可能传说中野餐的白衬衫肥我吗？嗯，就我后面那个衣服，对，野餐中的白衬衫，那真的长很多哎。伊琳、阿奇，欢迎阿华，欢迎。你们很注重我的床哎，反正应该说是只有华人国家有的不能喝冰的这个说法吧。可能每个人的身体结构都不一样，不知道打死谁。那你们今天，你们最近吃到最好吃的一餐是什么？我想知道你们喜欢的、最喜欢的餐厅啊，或者是什么，是什么？几个月不运动就变成这样了，会啦，一定会这样子的。之前都会正常运动。甜甜，体脂率14-20，今天手工肉丸子蛋包饭，自己用手工肉丸子蛋包饭这么厉害。刚刚的冰淇淋，什么是哈根吗？哈根达，哈根达真的很好吃，我自己很喜欢吃，但是就是可能一个月会吃一次，或者是有的时候两三个月吃一次，是买的。我跟你们说，我之前我很喜欢吃小吃店，就大家都知道的事情。然后，对，哈根真的很大，酷什么似的哦，我不知道。呵呵，好的，那你要好好健身哦，依琳、玉人。陈家树，你是吃过甜甜吗？还讲甜甜，我刚想说你怎么会知道甜甜。好，加油小强，嘿，一个月你很有钱，一个月吃一次而已，一个月吃一次，有的时候两个月一次，有的时候也三个月一次，你一年都吃不到5-6次，你知道吗？有的时候人胖了就会怕热。你们那边很便宜是不是？哪里是便宜的？哈根，不吃饱，那是什么牌子？我第一次看到啊，这伊利健的闪亮，常吃会腻啊。但是你不喜欢吃甜食啊，陈家树，一年一次可能还有2年。因为我姐姐做小商的嘛，然后他很常会有什么特价啊，就是可能小三会有他跟有特价，就会给我买一个这样。也没吧，30-40 HKD 差不多。那是什么意思？什么东西？哦哦，你是说你们香港那边啊会便宜啊，160台铢左右。其实也是很贵啊，一个冰这么贵，我也真的是。那个真的是要久久吃一次，不吃常吃的这样，不是常吃的食物这样。像我人生中当中最爱吃，一天当中一定要补到的食物是蛋，一定要吃到的蛋跟牛奶，这个是我最就是每天都必备的东西。之前是蛋、牛奶、咖啡，但现在咖啡戒掉了嘛，所以就只有蛋跟牛奶还有水，这是我每天都一定会吃的东西。这样，
一天不吃，我会觉得心里怪怪的。这样，我也没有常吃啦。冰淇淋才不是食物，它是甜心。小翔，欢迎。哦，我说我之前在那个，就是，那叫什么地方了？那个刺猬，欢迎，最爱吃肉夹馍，那是什么东西？我简直是碳水之王，那是什么东东？就是小吃店，在台北有一家很好吃的小吃店，然后我喜欢吃它的干面，然后我真的爱到不行，爱不释手，而且又很便宜。如果在台北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，我就会吃那一家小吃店，干面很好吃。你比较甜还是冰淇淋？冰淇淋比较甜，之后就放弃了。牛奶以前要维持每天都要喝哦，那为什么我都没有长高？我超常喝的，我从国中、高中、国小都在喝牛奶。啊，家族遗传啊，自我谢谢封面，所以不能怪谁，对不对？怪自己家。澳门普国欢迎。呱呱欢迎。那我讨厌冰淇淋，你也无聊欸。干面到处都有好吃的，没有，我真的唯独很爱吃那家。我在台北吃这么多家，然后可是我真的对那一家真的是爱不释手，知道吗？我下次要带张琳去吃，因为张琳也很喜欢吃小吃店，这样下次带她去吃好了。我每次带哪个朋友去，我朋友都说哦好好吃这样。因为就是之前是有个朋友带我去，然后就吃了，没想到超好吃，从此之后爱上他，真希望他可以开在我公司下面。玉涛欢迎，世界一日三欢迎。这首歌叫西安人的歌，里面就有西安美食加肉吗？哦，那是西安美食哦。谢谢诗琪的枫叶，来看看长什么样子，上网查叫什么，肉夹馍。但我自己个人喜欢做吃的东西哦，肉夹馍就很像那种馅饼哦，肉夹馍就很像这叫什么啦，就是那个就是那个我们台湾也有一个叫什么名字，就是这个给你们看，它外面是一个面包，然后中间会加肉，就很像那个是里面会包馅这样子的那种东西，忘记那叫什么，突然忘记了。超满足，好吃的感觉。微微谢谢分享，水锤欢迎。你投资开分店啊？先不要，什么时候带我去？你自己不会来啊？你先来台湾再说吧。你来台湾都很困难了。挂包啊，对对对，挂包，汉堡不是挂包，对，那个耳朵说的。UNN 欢迎，饺子不封口。哦，我跟你讲，台北也有一家饺子店很好吃，但是我忘记。那个店叫什么？我好久没去吃了，但真的忘记它叫什么。2023年，对，真的。等我，不用翻白眼，谢谢。柠檬欢迎，饺子很好吃哎！我平时在家里没什么事，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，就会吃饺子。割包是什么？挂包啊，有像挂包。你毕业也可能没法来看，哼，不要，没关系，毕业之后阿丽自己出来，你们就可以来看。阿丽会一直在。阿丽去夜市有什么一定要吃的？那我也问你们，你们去夜市，你们第一个吃的食物是什么？看看你们有没有跟我一样。你真的是学偶像哎，学人精少爷，谢谢枫叶，章鱼烧，我好久没有吃这个东西了，但是你喜欢章鱼烧，少爷谢谢枫叶，蚵仔煎，章鱼烧，哦，有两个章鱼烧，对，真的几百年没去，现在因为这个疫情关系，但我之前有去，还是有去，之前是每天去，但是我家附近有个。
夜市这样。现在没有了，不，现在不会每天去，现在就是可能，哦，也三个月没去了。我不一定哎，但是很常是骑鱼黑轮骑手，那是什么？有人跟我一样，我买的第一个东西跟 Sally 一样，我第一个买的东西叫做地瓜球。炒甘草芭乐，甘草芭乐是我第二去买的东西。烧麦，陈家树，搞不好真的有人卖烧麦。大肠包小肠，哇，很懂吃哦。那棉花糖，树精，糖葫芦，京城的地瓜球很棒。我跟你讲，我们家这附近有一个地瓜球也很好吃，它就是从小开到大，到现在都还有。地瓜球我都会最后才买，我第一个先吃的就是地瓜球，我去买好吃的，而且我喜欢那种外酥内软的那种地瓜球，哇，好好吃哦！而且地瓜球很便宜，台南自己城市美食，我们城市美食就是我家乡啊，就是水蜜桃，我们这边是种水蜜桃的，我也超爱地瓜球，我也是 WSY， 还有我们这边是豆干，这边就是豆干，然后我就不知道有什么，就差不多这样。我自己知道最有名的东西是这些，家乡啊。蚵仔煎我也很喜欢吃。我很喜欢吃蚵仔煎，超级超级超级。应该说夜市我最喜欢的是地瓜球跟甘草芭乐跟那个蚵仔煎。许阿北欢迎，但我不吃，我很少吃牛排，因为那个太大份了，吃不完。君婷哦，喜欢米粉哦。你没吃过水蜜桃，来快来这边买着吃。蚵仔煎觉得要看，为什么要看？姐是乡下人哦，对呀、啊。下来台湾，我吃的午餐都是小笼包和牛肉面啊、哦！你喜欢小笼包跟牛肉面哦，陈家树。哇哦，我很喜欢的小笼包是那种也是外皮尖尖的，哦、不是，它会煎的焦焦的那种，哦，很好吃。吃了好多夜市，哇，捷运直达真好。妹妹喜欢吃，我都会去逛完，顺便带回去上脚。朝廷真棒，走两圈都不买吃，然后去别的地方吃。那你们到底逛夜市干嘛？去那个夜市就是要吃，懂吗？因为有些阿煎的阿哦，懂，那是水煎包，没有我是没有啊，就是那个啊。小笼包也是可以煎焦焦的、啊、阿丽以后叫婷婷好了，对不起对不起，他就不会来煎了他吧，好，煎了他焦焦。人哥欢迎，草莓酱欢迎，我喜欢肉酱吗？都吃汉成都的冒菜，冒菜是什么？来来来看看是什么。我觉得你们就是内地讲的说法都很特别，就是我都会想去学起来，那个叫什么冒菜，哦哇哦，就感觉好像那种汤面哦还是什么，哇，也太感觉有点辣，冒菜感觉就是辣辣的那种，然后汤都是红红的，然后是那个吗？一菲欢迎，嗯，肉面它就都是菜跟料理嘛，是吗？有一点辣，哇，好久没吃辣了。我桃花哥谢谢红玫瑰，我家旁边就有养鹅啊，煎的鹅壳，有时候预售没装好就会掉在路上，这可以拿来吗？拿来洗洗吃。那他希望可以多掉一点。安德鲁欢迎，阿文哥欢迎，贝子欢迎。边走边吃，感觉这是去夜市的一个，对，去夜市就是要吃，没错。J
其实可以没问题，其实可以没问题。我那真的我也觉得，不要被车子压，什么都可都过得去，就可以吃这样。我家乡美食就是马肉和羊。哇哦，好丰盛！那你们说说你们的家乡美食是什么？就是可能他掉你就赶快去捡，这样当下掉赶快去捡，专门去捡地上。上班中不能开声音。好的，那你就看我的脸吧，佩璇。我来打字给你，等一下。我家乡都吃土。陈家树，你真的无聊哎、欸！你终于欢迎台南牛肉汤哦，感觉很赞。肉圆可是觉得控肉饭才是。哇，我也很喜欢吃控肉饭，但我肉圆还好，但我喜欢吃控肉饭。姐是客家人，不是我是泰雅族，我是打快一点，我没有那个。我是贴心吗？希望咯，我真的有贴心吗？还真不知道台北什么叫台北，就是很多哦。我可以讲台北真的是很多那种你真的第一次会遇见的店面，或者是第一次看到的美食，就是例如他们的甜点会很精致，精致到哇，这没有人家就很开心。谢尔东欢迎，因为佩萱是可爱的姐姐。李萌欢迎，台南虾卷，哇，好像很好吃。我来看看台北的美食是什么，我来查查看，就是他搞不好会有写。看看哦，好，他要写，看一下。嗯，要写英文，怎么看不懂？他没有写字，他没写字，看不懂。他是写台南，台北，他没有写，嗯，好吧。台北市热门食物，第一名甜点，第二名日式，第三名中式，第四名意式，第五名美式，第六名港式，第七名韩式，第八名泰式。他是说那个啦。台湾最爱，台湾人最爱夜市小吃。哎，你们竟然没有讲咸酥鸡跟鸡排，就是去夜市第一个吃的。因为第一名是咸酥鸡，第二名鸡排，第三名珍珠奶茶，第四名蚵仔煎，第五名臭豆腐，第六名木瓜牛奶，第七名芒果冰，第八名蚵仔大肠面线，第九名大肠包小肠，第十名地瓜球。我地瓜球怎么那么后面？谢谢柠檬的。热门不等于家乡美食，我知道了，但他就是没有给我出现热家乡美食，他就写热门。我想说看一下，大概就是各个夜市的特色美食吧。Joey， 谢谢枫叶。台北还真没有什么家乡美食，这可能是外国人爱吃的。他写台湾人最爱夜市美食，我看看。鸡排到处都有啊，水哦也是啦，不一定要去夜市吃，对不对？水吹欢迎，珍珠奶茶也是现在越来越多地方都有。蜜欢迎，好像真的是，就是现在卖家的卖饮料的地方，说到饮料都很多越来越多了嘛，所以大家也不会一定说去到
夜市就会买这些东西，反而都是吃小吃比较多。嗯，就是像你们刚刚说的那些大肠面线什么，鸡排摊很密集。嗯，啊，麻婆豆腐我最爱的。哇，你们现在在讲美食，天啊，你们是饿死？韩式是台北的家乡美食，我会笑死。哎，我跟你们说，我以前最喜欢吃的料理是韩式，然后到高中的时候，是因为我都在意式料理上班，之后高中都很喜欢吃意式，之后就改很喜欢吃意式。长大之后呢，就现在，就是因为这些东西都太贵了，然后因为现在都自己赚钱了，没办法拿家里的钱的时候，就变得就是吃小吃，然后而且才发现哦，小吃这么的好吃，因为以前我是很不喜欢吃卤肉饭什么的，因为有的时候你知道为什么不喜欢吗？因为有些店面他们的我只会吃自己家里用的，因为我喜欢捞多少肉，那个卤汁就是多少，因为我不喜欢太油腻。可是我每次去小吃店，他们都加很多卤肉卤汁啊，还有时候会加那个榨菜啊什么，那香菜什么，哦，那些我不喜欢，我喜欢就是原汁原味，就是饭跟卤肉就好，然后那个卤肉要卤得很好吃，这样。所以我以前吃东西很麻烦，我只喜欢吃家里的东西，我不喜欢在外面吃小吃店的东西。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在台湾，在我家的话，我就尽量不会去外面吃小吃台式的东西，我都是在自己家吃台式的东西，这样。然后结果长大之后就发现了越来越多啊，其实我就只喜欢吃那几家，到现在还是一样，就只喜欢吃那几家我会吃的店。然后我每次去小吃店点东西真的很麻烦，我跟你们说，我都说老板我要一个卤肉饭，我卤汁要少一点点，然后或者是如果可以分开的话可以帮我分开吗，然后什么都不要加，然后之后就说我要再一碗贡丸汤，然后胡椒粉不要太多，然后对，然后我说我还在一个烫青菜，我烫青菜上面都我要完全清烫的，不要帮我加酱，什么都不要，这样很麻烦哦，聆听力超麻烦的。我妈很会煮，会煮的都很少，所以我爱吃外送。你这个哦，你妈会煮的都很少，那你要自己学啊，煮给妈妈吃啊，干嘛一定要等妈妈煮？哼 ，Kevin 欢迎，台湾是国际美食第一。朱莉安欢迎，我妈会煮的都很少，是不是？越简单的东西越不吃腻啊，卤肉饭、干面什么的。灰灰，塔瓦格谢枫叶在四川。哦，麻婆豆腐吃腻了，明明不能吃辣，吃屁吃韩式。以前很爱吃辣，我现在是不吃了，现在很少。臭豆腐也很好吃，嗯，臭豆腐好吃。陈恩欢迎。什么骰子牛没上榜，太可惜。谢谢朱莉安的你最闪亮，我最喜欢肉跟面，早就说你爱挑食，不这么不喜欢乳汁多，老板表示要求这么多，你就不要来我店，我忙呢，这样肉饭的乳汁要分开哦，奥克哦你，而且我跟你说，我每次吃东西也是，我面如果太软我就不吃，我觉得那个东西就哦，我不行，不能面太软，所以我外送我通常不会点汤面，因为我之前就是点过，然后他不给我分开汤面，不是通常外送都要汤面分开，没有分开我快要发疯了然后结果来的时候面都软掉了，还好没有说鸡排要特炸跟皮，我不吃，不怎么吃鸡排，对，我不怎么吃炸的，我最喜欢吃的炸的食物你们猜猜是什么，就是我去如果去那个卖炸的店面点的话，你们猜我最喜欢的吃的三个东西是什么，我可以提示你们，但你们先猜猜看，在旧家时早餐店没黑名单算你走运，所以其实在我们家我附近的早餐店大概都知道我要吃什么，就是我就会说哦 bagel 什么巧克力包括烤焦一点，他之后就知道了，这样肉跟面好吃，我在重庆我不喜欢重庆美食，我不太辣哦，真的哦，所以重庆都是辣妹哦，豆梨王欢迎，我就是会自己煮那种，不过只有假日，那也很棒哎。嘎逼谢谢红玫瑰，平日吃外面，但是在家里就假日休息在，不是地瓜球，不是四季豆，芋头糕也不是，炸青蛙是什么？是什么东西？不是，洋葱圈、咸酥鸡错，薯条错，都错，都错。哎，你们怎么都没有找到我？不可能，一定会炸弹炸药什么东西？杏鲍菇错。
烫青菜错，重庆辣妹好，我提示第一个我最爱点的是，我们成员有一个的绰号是这样子，一个前辈，我讲前辈，他的手指像那个东西。银丝卷错，花枝丸错，炸榴莲错，什么东西？鸡屁股错，错错错错 ，Rock 欢迎。甜不辣，对对对对对，我最喜欢点的是甜不辣，而且跟你们说，我点菜，我说阿姨，我要一个甜不辣，帮我炸脆一点，谢谢。然后帮我辣椒粉放旁边，但因为我不会全椒，就是一点点沾，拳头春是甜不辣。那第二个呢？对，思雅前辈。第二个，这个东西它黑黑的，重庆推法，欢迎灰灰 vlog 猪血糕，对，第二名是猪血糕，对，米血猪血都一样。不想上班，欢迎飞哥哥，欢迎黑黑的发发。哎，你们很坏，你们在那边讲。看来我们一起吃东西不会抢东西吃，所以你都不喜欢吗？这些，先欢迎。然后第三名就是，好像没有第三名了。我想都只点这两个，就甜不辣跟那个米血糕。鱿鱼饺没有了，我没有在，就不喜欢了。还好，薯条我就是最喜欢就是吃麦当当的，就其他都还好。哎，陈家树，你很坏。酸辣粉是什么？跟你抢小笼包吧，但那种东西我很少吃。牛肉面可能会跟你抢，牛肉面是我喜欢吃，就是对。但是我会点牛肉汤面，因为我每次点牛肉面都吃不完，而且就是我很少吃肉，所以我不喜欢吃肉，所以我每次都点牛肉汤面，它就只有汤面，它就是牛肉味道的汤面，它没有肉。我也喜欢牛肉面，牛肉给你我吃面，我不喜欢牛肉啊，我喜欢炸四季豆，哎，那个也不错。 TV4 黑来一份，哎，思雅的招牌菜酸辣粉，那个是什么？汤跟面，肉给家树吃，肉跟汤给家树吃，面给我吃。对啊，我每次点火锅的肉，我就给我旁边的人吃，说，哎，我不要吃面，我不要吃肉，我全部给你们。然后他们就觉得，哇，怎么这么好的朋友。许志伟，欢迎。我喜欢买好多的牛肉回来煮，真的好吃吗？你推荐一定就是好吃，但我是不吃肉，哎，可以推荐给大家吃。台湾的农作物应该都是水稻吧，应该没有小麦，应该也是有，都有吧，到我不知道。香港吃牛肉没有够贵，270、哦、我们这边算便宜一点，但是也是100多啦，现在也有200多的。对，你笑起来真可爱，笑等一下哦，你们等我一下下好吗？等我一下下，等我一下下，等我一下下，一下下就好咯。我可以回个东西，你们等我一下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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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下下。等我一下下，等我一下下，等我两下下。好了，我家附近是小碗95，大碗100。牛肉面吗？谁是下下？我想放哥哥，没有哥很孤单。愚者什么？
这样也能唱。现在牛肉面都是斤，好久没吃了，好像100多，我们才7块。等我一下下子歌。对啊，200以上。其实牛肉面真的很贵。K 欢迎，这是真的比较贵一点。我先放歌，放我的爱歌。谢谢吉米州的那个，刚刚我有看到圣坛圣典红毯，亏我还是牛肉沙烧。云汉欢迎，谢谢吉米州。我说的是人民币，本土牛肉很贵呀，反正进口的比较便宜。西北到哪都是有各个不同的价钱啊。You got pretty, no say that.K K 谢谢 A K， 你们谢谢你的红玫瑰。这样自己煮牛肉面划算多了。欧巴，我哥来了，你在干嘛 ？Lin 先生，你在干嘛？难怪户口都在团购进口牛肉，真的、哦。Rock 欢迎，阿力哥好。中午吃了一个咖喱猪排便当加。粒米汤，粒米汤是什么？加港式牛汤就165台。哇，我吃好多，今天穿得很正式哦。大家好，欧巴，你是不用说大家好啦。我哥今天生日，你们可以帮我跟他说生日快乐吗？那你们台湾人都是百万富翁，点货点到快抓狂了，玉米汤哦。生日快乐，哥哥生日快乐，一晨欢迎。对，我哥今天生日，他是中秋宝宝。九九欢迎，秋日红欢迎。谢谢大家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我欧巴生日快乐，祝哥哥生日快乐，永远永远快乐。许阿北欢迎，谢谢你的掌声鼓励，小火龙欢迎。所以今天吃大餐没有？我跟我哥是分开的，不同地区。JR 谢谢你的爱心小蛋糕，只能在 LINE 啊上面啊跟他说生日快乐。本土肉牛太多，大多数都是温体牛肉。哇，那这么专业的东西，怎么？这个是送给哥哥的，哇！谢谢 Andy Zia 的蛋糕，哇！哥哥今天很幸运哎，干你什么事？这是哎，你干嘛来抢我的光？哥哥会看直播，他偶尔看，他已经很久没出现了，他就是久久出现一次，他可能想要跟我要个礼物，所以他出现一下。乖乖欢迎，呆呆欢迎，但没得，妹妹最近很穷。来看木木的吧，有可能是来看木木。好，那我真卑微，可以不要这样子吗？你们阿丽也是有存在感的，被发现了。我是来看木木，你在哪里啦？你爸爸那边啊？你没有出去吃饭吗？北原欢迎，哥哥是之前大考课给很多礼物。对啊，他是日子狂，你不要给我礼物没关系，你就直接给我现金就好了。我去找你，跟你拿现金，不要给我礼物。北原欢迎，哥哥生日，然后还要讨钱，这样这个妹妹很坏。桃花哥欢迎，雨林的情况都是来看 BB 的，哎，你们更坏。恭喜阿北升级为青铜，谢谢阿北的。还敢祈求线，因为礼物，因为你知道吗？我其实真的，如果要收家人的礼物，我就是不要他们买，就他们给我钱，我自己去买我喜欢的，不然他们买的我都不喜欢。开玩笑啦，没有啦，只要是礼物我都喜欢。浩毅欢迎，浩克洛克谢谢分享，伊犁谢谢掌声鼓励。
现金比较实在，对对对对，还可以存钱啊，不一定要去买啊。但是礼物就是已经花了钱嘛，如果你给我钱，那我当下觉得要存就是存了。对啊，是不是帮家人省钱，知道吗？云汉之前的红玫瑰，所以我是耍小聪明，给你卡里面的钱都没动过，你给我卡干嘛？我动你钱干嘛？我又不是没手没脚。要动的话，也是你小心我把你的卡给大家，给其他人，叫他们去动。然后你就说：“哦，阿丽这么花我钱。”然后就没有，是阿丽给了小瀑布们，小瀑布们拿去买东西了，好笑，把礼物拿去卖掉，卖给你们，把他的卡号给大家。你们就先去买东西，所以加速你里面要存多一点了。谢谢加速，对我一起谢谢加速。反正这笔钱原本就是拿来花，直接现金多了一个存起来的选项，没错，刷爆大亨的卡，全部拿去买乐透。自想欢迎，钱给了你就是你哦。那我要去捐啊，先如果你真的可以给我很多，我就把它拿去捐慈善机构好了。开玩笑啦，加速是大户家。哎，等一下，我木木没有吃饭，你们等我一下，你们等我一下，都已经八点了，我没有吃饭的。我忘记给我木木吃饭，我忘记给我木木吃饭。木木是宠物，对，木木是宠物。不然你觉得是什么吗？六年也太可爱了。又或者是因为厄运呢 ？Hello， 小新，给孤儿和留院之家也可以。好，十三南沟，就是都九点了。阿丽捐给我需要钱买五单。好哦，那你去跟加速拿卡。又或者是已经厄运了，他刚刚真的厄运了。不是我没看过，你们没关系，你可以去看我的 IG， 我有发木木的照片，这样，因为他现在在吃饭，我就这个就是木木给你看，就是木木，他拍照，他眨眼睛，他就是我的女儿，我的宝贝女儿，我现在最疼的一个人。木木不是花童，不是。刚刚马骝真的好可爱，长大了，对，他长大了。月上欢迎鸡尾包，欢迎。今天官方说鹰主要跳未来的果实，对，期待。寻狗通告，不要吵人家说。好，我们不要只烦，真的是狗狗好可爱，是发豆wake。他眨眼的技术跟主人一样吗？嗯，可是我觉得还是有点落差，毕竟人跟狗。飞高高，欢迎小梁，欢迎。很坏的妈妈，我姐都很坏。我姐看到木木，她就说，哇，长得越来越像你妈妈了。然后我就对我姐翻白眼，你怎么那么可爱，长得跟你妈妈很像呢？这样。翻白眼，翻到后面，比加速的白眼还要再厚。小梁欢迎，云汉欢迎。他说他饿了，我已经给他吃了，叫他闭嘴，哎，很坏。怎么叫狗狗这样？还真的有点像。陈加速，你给我闭嘴！怎么不长得像姐姐呢？对，好像姐姐比较实在一点。嗨，飞高高，等一
下，我先把头发顺好。今天突然想听关思敏的歌。像我会越来越可爱，哪来的自信？又来听歌吧。没有，我只是想听。等一下，我去。你们再等我一下下，一下下就。好了好了，出事啦！我把那个冷气调一下，平板一磕头，他们刚刚对你磕头，平板对你磕头，你们应该晕了吧？怎么不长了？不不不，反正想你了，地球要抖一抖，海豚欢迎。我今天要来念留言，对不对？我是从哪一篇开始念啊？李真欢迎，哎，好像今天加速我帮我 po 看一下，我看一下哦。本着没有关联，想再看车时间。五折哦，我限动。之前哆啦 A 梦有五个单元，内容是跟宠物吃某种饲料，脸就会变成四组的脸。那是什么东东啊？好特别的感觉。哆啦 A 梦有个单元哦，是卡通。晚安，李真。变成四组的脸也太恐怖了吧。那只狗会长得很恐怖，它的身体一样，然后脸长得像主人这样子。青云欢迎，太恐怖了吧。变留恋，哎，看来阿爸你把念到哪一篇也不要记一下，我也忘记。对嘛，打屁股。我等下来回想一下我要念哪一篇。我记得吧，看了留言我就大概记得我有念过哪个地方。谢谢马溜的告白气球，谢谢萌萌欢迎，这里欢迎。吃了完全不会变，对啊，它变了就有点恐怖了，我就对这只狗有点害怕了，是真的。翻墙被举报了，没能留言。为什么被举报？终于谢谢枫叶，李真谢谢你的向日葵，刚刚突然跳出去，没事没事。我刚刚要干嘛？我没事。我真的很容易忘记刚刚上一步我要做什么 的一件事情，所以我是脑袋金鱼脑。应该有六篇没你吗？哇哦，这么多吗？锤锤欢迎，卡拉欢迎。爱就是要翻墙才能用哦，懂懂懂，我懂懂懂了，我懂了，我懂了。蝴蝶欢迎，我懂你，你为什么？对对对对 ，OK。要翻墙，像我也有下载内地的 TikTok、抖音这样子，然后我是也是翻墙的去下载，因为我两个我喜欢看两个版本都看，这样后悔了，什么后悔了？看来是有点升级失误。为什么后悔？我咚咚咚咚，我咚咚咚。嗯 ，OK， 没事没事。我好像有点耳鸣哎，等一下。啊，你穿这件白服装很有气质。真的吗？谢谢你。所以这首这样穿有点可以唱那个青花瓷，懂吗？知道这首歌吗？就有点古代的感觉。看直播啊，通群通啊，玩游戏都会这样。对，像我就是
因为我朋友会有玩那个王者荣耀，他就叫我下载这样，然后那时候想说啊，那又要把那个就是 app 程式更改为内地的你才可以去下载嘛，然后就去下载了，有点像金秘书的感觉啊，我很喜欢他，我今天就是有点走他的路线，知道吗？我超喜欢金秘书的，就是那个韩剧，你们知道吗？金秘书为何那样还是这样，不知道，反正就是你眼泪笑意，好，我们来唱情话，对，为何那样 OK。 你看我连人家的剧名都没办法记好，但因为我没有把它认真看完，就看 几大概前面几集跟后面一点点这样，因为我没有到很喜欢男主，所以就还好，所以我就没有看，我有看完这样，算好看 啊好看啊，但我 有一部分都会喜欢看演员才会去看那个东西，对。好了，我来再唱《青花瓷》，李真是显得粉笔有3亿用户，哇，好多副会长。对，最近刚看完一部，现在没看，没东西。你看什么？马六。素配勾勒出青花，笔怒梦中淡，凭栏描绘的牡丹，一如你初吻，冉冉家乡。哇，这首歌的歌词好难。玉人欢迎，好看又好笑。看了什么？上流战争哦，很多人推荐，但是我最近一直想去看他的什么游戏满鲶鱼还是鳗鱼，都会搞混他到底是什么鱼，反正是什么鱼游戏就对了。天青色的烟雨，而我在等你，看夜袅袅升起，隔江千万里，在平地书寒北风浅草的飘逸，就当我为遇见你风雨有雨，天气舍得烟雨，而我在等你，月色被打捞起，晕开了结局，如霜时的青花瓷，自顾自美丽，你眼泪笑意咸鱼。就是周董的有些歌很好唱，有些歌就很难唱，就是这种叫词汇词义的东东就非常难唱。九九欢迎，鱿鱼好，卧底很好看，优雅的家，什么优雅的家，铃木手提落笔雪点阵阵地，好难啊，咸鱼的游戏哦，很好听哦。月野的家，林秀香主演的，好，我可以去看看。我最近在看那个 有一段时就是可以看的时候就看那个叫什么，什么啊，海岸村恰恰恰，就是那个谁演的，申敏儿跟那个金宣虎啊，对，你欢迎，我超喜欢申敏儿跟金宣虎。乔家我有看完了，可是非常好听，叫啥，就海岸村恰恰恰恰恰恰。刚每次去看见阿丽也太真了，谢谢落日一笑笑，好看耶，那真的好看啊，恰恰恰，还认真恰恰恰，那个还没看啊，我最近根本没时间，但是我恰恰恰只看了两集吧，就是因为那段时间可以看，然后现在没有再把它，因为它现在好像出到十几集了，忘记，反正就是我还没看完后面那几集，因为完全没有时间看，我没想打开都没办法开，但是我看两集我就被吸引了，所以我在等他把所有都就是播出来，我再等有时间再去看。乐苦来，谢谢你的向日葵，因为欢迎夜欢迎阿里，打过疫苗吗？本来我会怕打完还好，打真的，因为我的疫苗我打 A 粒，所以那个时候我有发烧，跟我那时候状况没有很好，
但是过去就过去。谢谢乐酷拉的粉笔，谢谢玉安的四叶草，谢谢乐酷拉的向日葵。好了，我来念留言了。我有六篇耶，我看我估计可以念半小时。玉安欢迎，杰克欢迎。我高端只打一次，我不敢，就是我那时候只有报 AZ。对，来我来念留言咯。好，确定是六篇。谢谢玉安的你最闪亮，怕爆。酷酷猫说谢谢欢迎，好热啊，别喊雨，请下点雨吧。什么东东，秋意欢迎第二次就不敢预约，会怕是不是？没事啦，就是要打，保护自己呀、啊。有些留言可以跳过吧。好的 ，DYLAN 欢迎。是哪一篇？你是说孩儿是这世界上最可爱的吗？哎，我这个念过了，孩儿我念过，然后月满跟爱也满，这个中秋节快乐好像没念，可是这都是中秋节快乐，好像也念过了，这个念过了，时光匆匆转眼，那就这个了。好，谢谢若日的掌声鼓励。小粉丝欢迎，谢谢你的向日葵。什么念留言 IG， 对，又赶一波路了，没事没事，我还在直播，没事没事，辛苦了，别赶别赶。你是不方便吗？八点的时候不方便看吗？是因为工作时段吗？好，来咯，来念留言。反正你们讲中秋节的，我就谢谢你们。哎，中秋这个我也念过了，好，这个我念过了。好，下一个，好像是咖啡厅那里开始。OK， 开始。来，加油，谢谢，你也加油哦，正好。好，午安，享受窗外多彩多姿的景色，一起享受，所以才拍给你们看呢、啊。谢谢卡丘。整个画面就像作画一样，真的，那个是一个隐隐约约的，就是一个抽象照，没有啦，就是刚好那时候觉得窗外很漂亮就拍了。加油，谢谢 Sally。 似曾相识的窗户，没错，本丸你一定知道是哪里，你很厉害，本丸。是那个嗨嗨布丁粉旅馆欢迎。时段这两个字这么难念吗？时段什么时段？我刚刚有讲时段吗？嗨嗨，我刚刚脑袋可能卡了吧。七位抱歉分享 SENAN 欢迎。刚在上皮拉提斯，那是什么东东？一起加油。好的，谢谢阿树。喜欢坐靠窗外的位置，可以观看窗户景色和来来往往的人事物。没错，真的，因为我觉得窗外吧很吸引我，真的。九也谢谢枫叶，原来阿丽也是99，我跟你差两天。哇，你1999年的，哇，我们同年，我们是同学。你们台湾吃面都要100多，那岂不是很多百万富翁？什么意思？没有吧？我刚刚在喝咖啡，这是量子纠缠吗？你不是少骗了陈家树？不是说你在借咖啡吗？坐窗外边看风景吃甜食很享受呢，但是这个窗格和红砖的设计怎么有点像牢房看出去的天空的 feel？ 哇，你很有想象，很想象力耶，玉人。这个是在那个又一村，就是在南山部落的咖啡厅 ，fighting 的窗户。谢谢阿 Ben。看样子搭飞机应该喜欢坐窗外，对，我其实到哪都是喜欢坐窗外。我们一起加油。好的，谢谢思琪，加油，谢谢。心想我按到赞，心想万岁，每天都微笑，开开心心的笑的欢笑，无忧虑的大笑，嘻嘻，欢欢喜喜，每一天天天快乐生日。我谢谢四龙，既然阿丽都这么说，那以后也挑个窗外的位置坐。没错，要感受一下每个风景带给你们的美好。吐司，
午后的阳光最适合出去走走，有的时候停下来坐下享受一下也是一种幸福，真的。我也很喜欢逛逛逛，然后去咖啡厅坐着休息这样子。美丽姐啊，就像吃甜食的美丽嘴里都甜了起来。阿丽也各种加油，没问题，谢谢你 ND 自想。铁窗啊铁窗，让我想起迟志强的铁窗泪，那是什么东西？你也太可爱了吧。就留个言，好，下一个，在平淡里找寻一些美好，野餐快乐。今夜我来到你的窗外看天边，哇哦，这句话好撩人哦。本来没只欢迎这么久才念，对呀、啊，因为我昨天宕机，然后有的时候，反正就是有的时候也没有直播嘛，就没办法当下念呢、啊，所以要等到有直播的时候再念。W I L L 欢迎住窗外，我都坐。在窗外，真的、哦、比较天气凉。那天我在换身鞋啊，什么东东？你脑袋和网络好像也经常卡。闭嘴，陈家树，摘一些剪的枫叶。窗外有我们，谢谢哈，陈家树，不用留言，马上给你删掉。坐在铁窗比较像，比坐在铁窗内好。但是有时候坐在外面会很热啊，里面有冷气啊。荣欢迎 ，Hello 宝贝妹子，好，不要看你们留言，我要来念这个，太美了，谢谢 Lolly 这个脚，臭脚，店长，我是臭脚。午安，午安呢、啊，英姐，阿丽，爱心，爱心，平淡之中也可以制造一些浪漫，制造一些些的浪漫，这怎么是一首歌？谢谢阿顺，生活里的小美好，没错，最喜欢记录生活的小美好了。佳阳，好可爱的脚丫子，呵呵，谢谢你喜欢，呵呵，谢谢谢谢称赞，好美，谢谢刘松，发带让我想起顶楼秀莲也带过妹妹的礼，什么叫顶楼秀莲？我等下去查查看。谢谢佩轩，有阿丽就美好，谢谢笑笑，有你们我也美好啊，今天就是美好。因为有跟你们一起直播，我可以一起去野餐吗？当然可以呀、啊！美丽的阿丽，谢谢你，敏汉，有那些美好就不平淡了。也是，每天就是要一起去找美好。阿贝，老婆好美，喜欢随你老婆啊，分白眼。但是谢谢你的称赞，陈家树小朋友。谢谢雅树，爱心爱心，谢谢哲超，还是短发好看。好的，谢谢你立贤，光着脚丫在绿草场野餐，这是一首歌。玉人，光着脚丫在树上唱歌，感觉很舒服呢。对，没错，非常舒服。阿丽一定是肚子饿了，吃了八个三明治。没有，那是跟朋友一起，跟我的宝贝豆宝一起。美好就是这么简单，没错。谢谢思雅，忙里偷闲小确幸，没错，女友风很好看，我还有女友风照哦，就是那种就是比较为你们吃三明治的那种照片，但我不想发。美好是谁？为什么要找他？美好就是这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，它就叫美好。回回欢迎，要光着脚丫在树上唱歌，让我来鉴定一下有多臭，超臭。Uni 妹欢迎，让你静静聆听，再接受我的歌声，带引众回那久遗忘的心灵的原则。这是什么东西？若日，你在写诗吗？还是哪一段的歌词？红玫瑰，欢迎，谢谢你，终于的红玫瑰。为什么不发？不发？好的失误，全被缩小了。就是好啦，我会发，但是要等一段时间，最近还没整理好照片。一二三四，欢迎。阿丽也太美了吧！你是我眼中最好，哎，你是我眼中美好的事物。谢谢你，吐司。阿丽好美，想跟阿丽一起野餐。好的，那你们要一起野餐起来哦，乐酷啦！野餐快乐，感觉快乐休闲，没错，不是感觉，是非常。这视角很赞，很会拍。这是我的豆宝，很棒。心情万岁，每天都微笑，开开心心的我欢笑，无忧无虑的大笑。谢谢世龙，男朋友。蓬南有视角，
在平淡的生活中找寻美好的你，确实值得快乐。没错，非常快乐。小红哎，我看到阿丽子甲可以取了吗？脚趾，为什么看到我的脚趾就要取我？你是变态吗？你是变态吗？好，念下一篇。最后一篇是今天发，不是这几天发的，前几天发的。那我先留言。那我先喝个水，再来念。准备欢迎，欢迎。瑞欢迎。看到有个没人，没有啊，干嘛这样子？盛装打扮的阿丽感觉很适合嘟嘴呢。给你们看我今天的眼睛有不一样哦。没有贴双眼皮贴，没有贴就会比较内双。你看，如果我贴，通常都会这样子比较外双。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件事情，就是如果我有贴的话，就会比较外双；如果没有贴的话，就比较内双。对，没接到。啊，是歌词，铁窗类的歌词。手扶着铁窗，我望着什么？我望外边，外边的生活是多美好。现在这样也好看。谢谢马溜，晴儿欢迎。有的时候吧，就看，如果就是有的时候我喜欢内双，有的时候喜欢外双。安下个拉嘎，谢谢分享。金庸欢迎。好了，来念下一篇留言。烂烂的话加上乱乱的头发，一杯咖啡平静了我的午后，在遇见可爱团的时候一点都不平静。午安，祝你今天快乐。还是美兰，谢谢英姐，可可爱爱，谢谢你，祝你周末愉快。我这个周末过得很愉快，都在练习。卡丘阿丽超美，谢谢雅树。我第一次看到有人的照片这么有起承转合的故事性，就是阿丽了。很起承转合吧，我就是喜欢分享这种怪里怪气的东西。没有你不开心，傻屁。看一下啦，陈教授 Unisakura 吉姆楼花花乱乱的话加上乱法的阿丽，后面果然要接着跳的可爱团才对位，可爱团永远不会让我失望。说疯的程度不会让你失望吗？玉人画不错耶，可爱团也很可爱，谢谢吉米做，但这个画不是我画的。咖啡的力量还真神奇，真的是神奇，它可以让我平静。你还太嫩了，我还太嫩了。徐志也欢迎，做梦累的不要不要。水水欢迎，不管内双外双，只想跟阿丽成双成对。Oh my god， 定个半截谁会解到啊？好嘛，等一下就解嘛。一、二、三，好了。豆科欢迎锦庸，美丽周末愉快，直播见。好的，今天见。自强，愿快乐和你度过每一分钟每一秒，喜欢欢喜喜每一天，祝福满满，祝你一切美好加顺心加快乐。 Love， 谢谢四楼。看到第二张，以为是谁欺负你了？你们欺负我啊。可爱团爱心，谢谢热爱316度的耳机奖。这样乱乱头发也不错，另外一种感觉，什么感觉就是疯子力的感觉。Andy ZR， 早安早安。郑红，阿丽，你今天忘记直播，晚上8点，你明天要补直播吗？阿丽，你们要认真看我的限动啊！思涵，好了，我念完留言了，明天会好好发文的。我这阵子没有发照，发拍照，所以没有文。
会好好发的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现在看看你们小窗户都在说，都在跟我聊什么。看起大家来，嘿嘿。好，大家都说镜头，不是，是我跳那个，就是跟那个张琳跳那个，应该要亲啊。六 S 的我都截到了，六秒的那么厉害，换 R E A L M E 吧，那是什么？阿宝们欢迎。iPhone 11很难接，是你手笨。我改一下，只想跟阿丽好事成双比较适合。你很会用成语吗？我接到了个史努比在我后面。好啊，我来放歌，想放歌，放歌，放歌来听听。最近都很喜欢听诗歌哎，我们来听个。啊，我很喜欢这首歌，我超爱这首歌的，给你们听。好了，来，我人称行动成语词典，那你要多多帮助我。苹果六秒，小窗户 L9420， 有，我有看你的。iPhone 6S 哦。哦，你是 iPhone 6 S， 我说六秒是烂手机怒摔，你不是换新手机吗？不要怒摔，那个是钱的好吗？这首歌是《奇妙的爱》，真的很好听。等下来放那个《降下你恩雨》也很好听。明明是行动歌词库，你是说落日吗？它是行动嘟嘟嘴。他的手机是收集了所有人的嘟嘴，别跟钱过意不去。我在直播间一起感受来自阿丽的奇妙的爱，真的吗？来自哪里？阿丽的爱吗？为什么你们会觉得是阿丽的爱？阿丽给你们什么爱？我想听听阿丽到底给了你们什么爱。我真是小心被学会撑下眼睛却看见。哇，我的平板快没电了，我充个电。要摔就摔三星，喂，不是这样子摔的好吗？哎，手机钱也，手机也是花钱的，你们不要这样子摔手机，手机没有惹你们。等下我平板快没电，哎，摔进去吗？要摔就摔 Nokia， 要摔就摔那种翻盖式手机。阿丽给了我重新喜欢偶像的动力，真的吗？3310是什么旧型号？是认真的讲这句话吗？其实啊，我觉得人就是互补啊。摔脚，摔手，摔脚，摔脚。我阿公以前超爱看摔脚对手。加入我阿北欢迎，真的哦。那谢谢你喜欢来看我，大家多多去看 TP 的大家哦。我曾是伤心被寻回。睁下眼睛却看见你当我想到这，我摔脚超厉害，被摔的部分你不用讲我也想得到啊，你是被摔的，你不是摔别人的那一个。 Ring dong 加一，
十八岁喜欢过一个偶像，可是才认识那年就退团了。哇，为什么啊？其实我也是以前看的东西，我都是被舞台上的人。其实我为什么会想做偶像，是因为我也看着那些很有影响力的人，他让我觉得，很有魅力，所以我就觉得长大希望可以变成可以影响别人的人，就是那个影响不是什么，就是，那个影响是可以影响你们，你们一起变成更好的人，所以我就会觉得在当偶像的过程还蛮开心的，就是到现在为止。我觉得是开心的，因为我是一个很喜欢成长，跟着别人一起成长的人。SJ 除外，他们是传奇。我没在犯偶像的，我都是追老婆的。Oh my god， 陈家树，抗打的。你，对，可以影响别人。好的不好，好的东西当然就是要彼此的去学习。偶像们给人力量和勇气。江山里恩女，海豚谢谢你的看好你哦，云汉欢迎。江山里恩女，知恩者地，山里欢迎你，亲爱山里欢迎你。大头欢迎。恩雨医治我心，江山里恩雨医治这地，万民都要看见你的荣耀。回放兔欢迎，没有阿丽这两年我都不知道要干嘛，你太夸张，跟你妈讲哦。飞哥欢迎，看谢谢你的向日葵。十八学生呢，就是我演那个推荐的电影的女主角，真的哦，你真的对她念念不忘，对这个电影整个就是，那可来她影响你很大，那我会赶紧抓时间去看的。不过要看那个偶像，不是每个都是能，你应该是其中之一。谢谢 Andy 这样。他有歌，他有钢琴版，每年都有看，看了很感动。哇，看来你真的很喜欢这首歌曲。不夸张了，有时候偶像真的是可以，真的。好了，来跟我妈讲啊，妈，你洗不着你。我真的是白，真的是想打你，算了，我你的留言我要略过。感动，你们有为我做过很多感动的事啊。其实现在你们能跟我聊天，我就觉得很感动。如果今天这个直播台只有我一个人的时候，我觉得就空虚了嘛。好，拜。好啦，唱歌给你们听好不好？能力。
还有 Tina 这首歌，但我没有歌词，等下找个歌词。这个是干唱，乱唱。好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找钢琴版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刚刚就没有歌词没。好，我来找，我就乱唱。以后平台最好搞那种可以语音连线粉丝，希望如此哦。好，等一下。陈家树真的知道我，家树真的太糟了，还是让小布来清流来端正风气吧。好，我找到歌词，我找到歌词。嗯，如果可以握手会能有线上就好，可以直接跟阿里聊一下，但是也是有现实的。说在。等一下、哦，好，来喽。就充满我，亲爱神灵再次触碰我，使我心呼求。碎心灵，释放属天能力，召唤万物万物的起来歌颂你生命，降下你恩雨滋润你心。降下你恩雨，滋润这地，神灵欢迎你，亲爱神灵欢迎你，降下你恩雨，医治我心，降下你恩雨，医治这地，万民。降下你恩雨，医治这地。
滋润我心，降下你恩雨，滋润这地，山林欢迎你，亲爱神灵欢迎你，降下你恩雨，医治我心，降下你恩雨，医治这地。万民都要看见你的荣耀降临全地。哒啦哒啦，降下你恩雨，医治这地，万民都要看见真理荣耀。它好长哦。谢谢你的掌声鼓励，大头谢谢你的掌声鼓励，青云欢迎，阿北谢谢掌声鼓励，黑杰克谢谢你的红玫瑰，圣谢谢你的掌声鼓励，柠檬谢谢你的掌声鼓励，大头谢谢分享，今天做得很好，谢谢谢谢落日，谢谢班长，欢迎，谢谢马六的掌声鼓励，他好久他好久。降下你恩雨，医治我心。哒哒哒哒。哎，但这首的吉他感觉可以多练。我来看看还有什么歌。哎，我真的很喜欢唱诗歌。哎，我是一个很喜欢唱诗歌的人。你的恩典跟我用也很好听，小小嘿嘿 KN 欢迎，等下我看看，我找个词，哎不对，不是这首歌，等一下哦，深深爱你。喜欢，看来下次要去看英祖公演了。来看，来看，来看我们。比起诗歌，我更喜欢你。欧乐 BB 欢迎。太郎欢迎，有多喜欢？你看人家反问你有多喜欢。目前只有看过线上公演，没关系啊，线上公演也是看过啊。给你们听一首好了，等一下哦，等一下，手机有点大，怎么办？哦，十月，看起来，公演看起来，阿丽，你来解答我有多喜欢？嗯，就是。
就是秘密。就是呢，有一个人呢会疯狂的像变态一样，没有啦。你自己解答，为什么要我解答？有这么难吗？就是这么大，这么大，你看多大，多大，大到都盖住屏幕了，超恐怖哦，真的很有压力。这样你们不觉得很有压力吗？这样你们不觉得变态是美丽？不好说。家叔应该杀了我，哎，我这么的爱你。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说，我之前看了一个偶像剧，然后很好笑，然后他是台湾的，他就是那个男生就讲说，我这么的爱你，你怎么的时候，他就讲的很好笑，就他讲你怎么的时候讲的就顿顿的，结果还给他过，然后就觉得很好笑，好吧，不可以笑别人，但我觉得真的还蛮好笑的。好，就这首歌了，我给你们听这首歌。等一下哦，那些年，不是，是一个就是偶像剧，不是电影。毛巾哥欢迎，家叔是真爱没长多在。挺累的，没有来看一下。好，这是一首我们对我们教会的歌，很好听。Sally 欢迎。我们都在，哎，但他没有伴奏。听欧阳娜娜唱歌，很久没有听她唱歌，听一下。我们家娜比唱歌，我喜欢欧阳娜娜。回放兔欢迎，家叔平常中午都有时间，不像我们社会上的人。好，没事没事，不说话不说话。中指，干嘛中指对我？哎，你这样很没礼貌，你陈家叔。又再一次想你，想见你，只想见你，未来过去，我只想见你，穿越了千。是日线里人海里相遇，我刚刚那中指有吗？你北七哦，干嘛骂我？这歌我喜欢。你说想见你只想见你吗？听，家树很拍，他真的很拍，他对我都很拍。
你们想听我弹想见你想见你给你们听吗？你们有没有真的让我真的想见你想见我？要不要弹给你们听？我是蛮想见你们的，看看你们有没有变胖，看看你们穿了有没有穿了别的衣服，看看你们有没有变帅，看看你们有没有怎么样。应该是没有，想听也想见。好，那我们见，好不好？变胖了就不敢见阿丽，干嘛这样子？因为我没有这件事吧。等下我先找那个吉他。想见你，只想见你，未来过去，我只想见你。穿越了千个万个，好，我还好不想见你，好哦，那就不要听，我去拿吉他。我带着我的宝贝小鸡来了，三周年快乐！什么三周年快乐？嗨，小新，又见到小新了。今天，哦，我平板差点掉。等一下哦。今天很常见到小新哈。你去试试你的圣诞 T 还可不可以穿？好。再改见阿波欢迎这首歌，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，想见你，只想见你，哎不行，让我抓个 key 啊，想见你，只想见你，为什么 key 怪怪的？为什么我都 key 怪怪的？认同加一。但我要先抓 key， 这 key 有点怪。对，难 key 零 key， 有哪次不怪的？因为我不太会抓 key， 我都是要看人家他怎么弹就会抓。Hello， 家园。C 女 key 的话是特别乖乖，想见你，
想见你、不行，怪怪。为什么很怪啊？为什么人家就可以弹那么高，我就不行？我没有弹这首歌，我不下播。摘叶的切个弯个，只能这么低。好，想见你，真想见你，未来过去，去，我只想见你。摘叶的切个弯个，世界线。用尽了逻辑心理推理爱情对最难解的谜，会不会你也和我一样在等待一句我爱你？哦，不行，这首歌很难，我不要弹了，不弹了。不弹了。不好听啊，这首歌不好听，没那么好听。可是我升两 key 怪怪的啊，不唱，不想唱。帮小鸡，把小鸡给丢了，没有了，看一下。谢谢伊犁，我是，我看看我最近有什么照片可以跟大家分享。给你们看我以前好不好？以前呢，你看我长这样。小鸡好可怜，还被我丢到旁边，把我丢到旁边了。哎，对，胎儿，以前大概幼稚园吧，大班，好欠揍的脸，你闭嘴啊，陈家说，你每次都说我很欠揍，你每次都是骂我的那一个。我要哭了，真的有人哭是这样，还好没像那天小心被伤，我呢，我这么爱你，哪有骂你？你有骂我啊？你什么时候不骂我了？常常骂我，365天都在骂我。感觉我就算没有播，你都会一直骂我。我难怪每天耳朵都很痒。我在乱，这是木木很生气就丢，木木就是打呼声吧。一二三，欢迎。我跟你说，我超常会一直乱，就是没事无聊就
这样子。艾莉有没有兴趣录点民族舞给我们看？哈，那我还真不会，怎么办？我是不是很笨，什么都不会？我不会，我不会，我不会。杜木木欢迎，不是对东山车站吗？不过我最无聊的，一力谢掌声鼓励。你们的互动方式真的是少见的偶像和粉丝，因为他真的待很久了，他应该是到现在我看到最久的，就是从之前一直，所以就互叼互叼。你也可以跟我一起互叼 ，NDJR。Daniel 欢迎，伊丽姐掌声鼓励。哎，我看我可以拉多长，我看我可以拉长，就是我说啊，这样啊，这样我可以拉多久？来，我们来点儿成式歌曲吧，是什么？冰清欢迎，妈妈，我要数秒数，等下计时，我先看我的音可以多长，等一下。这是我下播前的要玩的一个游戏，要没电啦。大概是因为不敢这样跟小弟这样，因为陈家叔就是好骂，讨骂。你会常被小弟骂吗？一直这样。开始我开始哦，先深一口呼吸，背开始，气超短的25秒，原来是我好欺负。对啊，你好欺负啊！咪断，我没有断，但是这样子好吗？哦，因为你很少说话，那就要怪陈家是爱说话。他就是一个爱说话的人，他就是很有存在感。他只是每个阿丽的场景都要有他，不然他会觉得。他会走心，他不是不见，没有，谢谢阿妹的掌声。好，我输了，对，我的气很短，我气超短的哦 ，DO DO DO DO， 超短的气，短短的气，短短的气，不要再这样啊了，好了好了，我在剪手指甲，哎，我跟你们说，为什么我。有啊，你很常走心。陈恩欢迎不一样，每个人相处不一样，你们相处得很好。其实我是一个很好相处的人，只要你愿意跟我聊，我都是会愿意跟你们聊的。只要你们够白目，没人太想，就是只要你们愿意跟我一起，我都会跟你们聊的。对，电话就是我会看跟你们的方式，像我跟好，假如说哦，我随便讲好了。其实啊，对方可以包养火龙什么的。假如说好，你看我对哦，我对。可能看一下有谁待很久，就是可能之前跟娇娇吧，娇娇也会常来跟我们聊天这样，然后跟娇娇我就会就是会比较聊天方式，就是我跟她不会互呛，但是就是会很谢谢她，然后会跟她就是我都是很谢谢你们，但我跟娇娇就是会像比较像就不会互刁的那种朋友，比较像我跟原子族那种朋友，就是不会互刁，跟原子族就是什么都聊这样的感觉这样子，然后可是我跟那个什么，我跟陈家树就像是跟啊小三美玲一样，就是会一直互刁对方，然后会互方，然后你丑哎这样。可是我跟那个谁，原子族就不会，我跟他原子族就是会啊，会讲很真心话，但是不会就是这种表面上的刁这样子，懂意思吗？哎，你不懂意思，反正就是我会看方式去跟你们每个人相处，看你们是什么样的人，给我的感觉是什么，给我的印象是什么，然后我就会跟你们用什么方式去相处跟聊天，或是口气不一样。像假如说在相处，我想想，还有谁？好，玉人好了，你看玉人就是他就是。
对，不是每个人都一样，对，个性也有关系，没错。这是呛加速很错，为什么要呛加速？我才不是变态，你就是变态。好了，我要下播，不要理你们了啦。我要去接我姐下班，又接姐下班。我先念榜，等一下，我先念榜，因为我又想小小便，我想尿尿，上厕所接我姐，然后去买水喝，买水，家里面水。谢谢第一名 Andy Z 啊，谢谢 Z 啊。第二名谢谢乐酷啦，谢谢乐酷啦。第三名是马六，第一次看我直播的猴子，谢谢。第四名是嘎逼，谢谢嘎逼，要常来哦。第五名吉米周，谢谢吉米周。第六名玉安，不是，哎，是第六名是玉安吗？对，谢谢玉安。第七名是傅伟，谢谢傅伟。第八名是流浪人，谢谢流浪人。第九名是钟颖，谢谢钟颖。第十名是 Joy， 谢谢 Joy。第十一名是云汉，谢谢云汉。第十二名是阿北，谢谢阿北。第十三名是 AKA 耳朵，谢谢 AKA 耳朵。第十四是柠檬，谢谢柠檬。第十五是朱里安，谢谢朱里安。第十六名是北原，谢谢北原。十七名是桃花哥，谢谢桃花哥。十八名是命，谢谢命。第十九是洛克，谢谢洛克。第二十是志伟，谢谢志伟。辛苦了。我不会希望偶像常呛我，除了 他是我朋友，所以我太常呛你们。我常来看，我知道你常来啊，但是你都不怎么留言，很少。就是我跟你讲，就是那种白目的人，就是算了，开玩笑了。安夏格拉嘎 ，Hello， 我要下播了，才进来。对，我等一下要干嘛啊？脑袋真的记忆力不好。好了，我要先下播了，我要先去忙一件事了，拜拜。不跟你们聊天了，我要去跟自己聊天了，再会，差点休息，先去厕所，对，先去厕所，拜拜。奶奶姑奶。